蜘蛛、可爱的幽灵、女巫手指，各式万圣节蛋糕面包，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接近万圣节，所以我们今年推出一些很特别的面包，然后有 cheese 口味的，熏鸡，然后因为大家在万圣节都会吃火鸡，所以我们就用熏鸡去包在 cheese 里面做的面包。我们也推出了有南瓜口味的，然后也有火龙果 cheese 乳酪，然后也有洛神花蛋糕，然后还有一些万圣节的饼干，我们有做一些手指、南瓜、巧克力等等口味。结合万圣节元素，运用在地的食材，吸引了不少忠实顾客，带小朋友来买万圣节的面包，很可爱。我吃他们的面包十几年了，他们家的面包质感很好，然后食材用得很新鲜。我每次万圣节的时候都会来这里买一些万圣节面包，因为它的种类蛮特别，然后甜又不腻，对，蛮适合让小朋友拿去做分享。看好万圣节市场需求，推出烘焙商品，让消费者在节日中增添欢乐气氛，也为烘焙业者带来商机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